大家好，我叫隋美美。从小到大，大家都叫我隋美美，因为我一直都很隋。小心！边走在路上，都飞来横祸。而今天又多了一件衰事。隋美美，你给我滚！谁呀？又诈骗集团哦？大学学测那一天，就差那一秒钟。还有鼓起勇气跟学长告白那一天，学长居然吓跑了。一直相信幸运之神终究会眷顾我，所以我还是很努力朝梦想前进。但是编辑，可以麻烦帮我看一下吗？这种烂东西，高中就写出来。却还是徒劳无功。唉，连最一般的面试也都遇到怪老板。你看起来印堂发黑，你最近是不是很衰啊？你喜欢吃青椒？我最讨厌吃青椒了。我们这样子面试好像时间太短了，不如晚上到我家好好的聊一聊。难道我就这样衰一辈子吗？